这里是 FM 1027电台鬼话栏目。近期本市失踪案频发，不少目击者曾声称自己接到灵异信息。自投罗网的 Leo 没有后悔的权利，你只能听我的命令。只需要再画一笔，你就归我了。这位小姐，见了我的真面目，你认为自己还能离开这里吗？诱人的条件，值得最昂贵的代价来换取。你是只属于我的因果。这副牢笼困住的不止你一个人。用这双手能勾勒出你灵魂的轮廓。